不是今年在河南的麦啊发霉发芽了，我也不会要你过来看我这穿夹包，我也不会卖。哦，这些年啊，这这农村人啊，种地人啊，太难了。这都是啥？这都是姻缘啊，啊这都是俺家传下来的。原先俺再难再苦，俺都没想到卖它，没想到往下还辈辈往下传嘞。哦，这不是今年你看连着下一星期的大雨，这麦啊给地里面都发芽发霉了，看着心疼人。你看这老百姓难不难嘛？俺一家十来口都指望着这麦吃饭嘞。我长恁大了，我今年都三十岁了，我都没见过这样的这大的灾。我都问老年人了，老年人说的这也很少遇到像今年这一种麦发芽发霉的情况。那这咋处理啊？这咋处理？这几个菜不下雨，这得等地干了，这收麦机吧也没法进地，这麦都给到地里面，看着心疼人。这只能等这清凉天了，只能等清天了，晾凉地，这可卖人才能进去，才能收，都是收。原先都管卖一斤，都管卖一块多，现在卖只能卖个几毛钱了。再等两天，这麦都烂地里了，都不能要了，一分钱也卖不了了。这种子天啥不都是赔了吗？这辛苦天都不说了，劳力天都不说了，老百姓啊太难了。这麦能不能卖上价钱都得收掉啊，还得扎本买种子，玉米种、豆子种，还得种地，还得买花卉，这都得扎本啊。这家里面都没有钱，这才想起来就家里面祖传的银元去卖了。那一家老小都指望着吃饭嘞。那有点说啊，美女啊，现在确实是天灾，咱确实没办法。但是你这个银元数量确实是不少，看你这个姻缘啊，应该是挖出来了。具体我也不知道，这是俺婆婆给我的。哦，这总共多少块？这总共是101块，我刚才都给你包了好好的。一包是20块，有一包多一块，总共是101。那确实不假，确实拆开了5包。你这个数量啊，等一下咱确认一下，这姻缘都是大头吗？你的视频我一直关注着了。然后你说那些带龙了、大头了、穿羊了之类的，我都看了，我都对比了，没有特殊的，全部都是普通的大头。普通的大头有没有八年？没有。那五常斑、藕斑还有那个甘肃斑呢？也不都不带斑，全部都是普通斑。那你这还是学习过了。你的视频我都看了，我一直在学习你的视频。然后你说的视频里面说的能收1200，对，能不能收到呀？这个无伤无错的大豆确实能收到。俺庄里面都给我500，我没有卖给他。那500那确实不行啊，500和1200差太多了。咱老百姓卖东西啊，还是要越高越好嘞。我估计啊，你这100多块里面啊，首先没有八年，没有龙，对吧？没有。但是啊，大头的斑比还是非常非常多的。我估计啊，它里面肯定有斑，像比较小的斑，条花、下鱼钩这一些嘞。你可能学了呀，咋说啊，它毕竟不是看几个视频都能学会的。等一下吧，你这姻缘啊，确实是一眼开门，状态都不错，我也确实能给你收到1200。等一下我看把那些小斑给你找找，如果说有小斑了呀，尽量给你加一点，也确实不容易，今年农民也确实太难了。如果说有个小口小缝小花了，能不扣了就不扣了。你这总共是101块，对吧？对，101块的话，有啥说啥，这个数量确实可以，在原油的1200的基础啊，我能再给你加50块钱，因为你这个数量比较多，整体来说啊，就得给你加点钱。老板，你也是收我的1250吗？对，你有骗我吧？你要是1块2块，有啥说啥，我确实给你加不了。但是你100块的话，确实能加个50，不成问题。因为做这个姻缘啊，遇到困难了，咱能帮一点。天灾无情，人有情嘛，尽量给你利润最大化。那我这卖给你了，我还能再买回来不能哎？你要想买一模一样的，估计你是卖不来了，因为每个姻缘啊，流动环境不一样，保存环境不一样，它会形成不同的流动痕迹和包浆。但是有啥说啥，这都是通货品相，现在经济条件不好，等经济条件好了，咱可以买更好的，继续往下传也行。你看这要不要卖？这不先卖给你吗？这现在是不是难着了吗？要不是这麦受灾了，我也不能卖这，是不是？那确实能理解。这一家人都知道这小麦过日子的，以前的是家里面有粮，心里不慌啊。这些粮食也指望不上了，我就想叫手里面放点钱，心里踏实。这也行，这也行。那我给你算一下，等一下半边我给你调一下。